哎，对，生长。对。牙龈啊。都死咗呀！哇 ，hello 啊！地球人，你哋好唔好啊？你好就好啦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啊初次见面啊，啊请多多关照我噶 ，OK 噶。人气邀请我好帅，你是否已经抵达地球？真的帅，总部总部，我已经抵达地球了。但是，哇 ，My God， 我见着鬼啦，我见鬼了。我地球人竟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，诶，竟会这样的咧？吓，我俾你看，我俾你看一下他们的以前。哇！哎，你们不用高兴得太早啊，因为呢，你们全部加起来啊，你们所有人全部加起来都没有我长得两宅的哦。在哪个行星是最丑的？你绑你你绑那个狗丑配，哎，蛮丑的。你隆重化妆出来试试。哇，我今年已经41岁，我不化妆不可以的。你们知道我保养成这么好的秘诀黑脸是咩吗？玻尿酸。那都是新的，尤其是玻尿酸。哦，就咁笑我啊！你笑我啊！不好啊，不好咧，避一避啊！听讲，听说，听说，听说你们，听说你们深，听说你们深圳人分男人和女人，系咪啊？系。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老婆，我想看一下化妆的女人和化成灰的男人啊。我们先看看这边的帅哥男人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哇，兄弟，哇塞，不得了嘞！哇，你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毛病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把扇子拿下来就知道了，脖子粗。阿丽莱很帅哦。哎，你今年不会过30岁的嘛？不好嘛，对不对？20几啦，你手比划一下。42，24岁对不对？24岁哦，24岁你稍微看上去有一点点成熟化，但不会很多的哦。谢谢，哎，前面有栏杆啊，我们的通台，通台来在哪边？我的一哎呀，好，有钱人，哇，公子爷，公子你三，公子你双扇子的样子好娘啊，你后面两位姑娘知道看到没？刚刚入座啊，没有看到开场吧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一直等天黑再进来了，很高兴见到你啊。OK 了，再来一位帅哥啦！大哥，啊，你拍错了是吧？你觉得？大哥，你这个耳钉很适合你啊。哇、哦，大哥，看你长得眉清目秀，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帅的哦。大哥，今年贵庚啊？你第45岁啊？哎呦，那旁边的我也给他冲一下是吧？两位一起的，54岁。哦，他虚报了是吧？好可爱！哦，你少报9岁哇！哇，你好夸张哦！你54岁哦！天哪，谢谢你啊！你看我的演唱会啊！我特别想问你，你这样喜欢佛祖是吧？请问你知道我是丁果吗？你知道我是哪一个吗？听没听过我的歌？没有。谢谢你啊，我好喜欢你的耳钉哦。54岁还戴耳钉的大哥，你们看看人家啊，还来看我这种低俗的流行音乐。非常感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旁边那位应该是你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你的。那两边都没有你认识的人对吧？哎，这边对对对对，他是谁 ？Your friend， 你儿子，儿子，儿子帅爆了，我好喜欢你儿子这个东风哦，梳得好干净哦，我跟你说，东风梳这么干净的，那么帅的，很难得哦，是帅哦，你跟我一样。
你有什么问题哦？我只说。好了，各位看不起了，谢谢你们全家来看我的演唱会哦 ，Thank you very much 啊！哇，帅哥帅不帅呀？全家好感动哦。好，当然我们的帅哥了。接下来看看我们深圳当地的美女。哇，姑娘你好漂亮哦！哇，心事很多吧？这么年轻就白发苍苍了。哎呦，哇，手指要这么尖啊？我看看。哇，手指要好好看哦。好想看你怎么挖鼻屎。啊，你刚才见到人家怎么东西？平复雷，六一儿童节啊，不是不是，六年了，可以。可以大屏啊、哦！好了，你在哪边？我看看你，你先起来，我看看姑娘你在哪里啊？哇，你看不到你，平行时空了我，你在现场吗？还是录的 VCR？ 我看看在哪里。你在哪边？左边摇边，左边摇，左边摇边。哦，喂，你的位置我现在看得到。同学，刚刚见到你啊！哇，哎呀，天哪！你看看啊，现在现场你哪怕切我的镜头，你都看得出来。我现在满头大汗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你看你，一滴汗都没有啊！哇，你好狂热啊！呀，很高兴见到你哦。哦 ，Thank you very much 啦！哎呀，你看山上的姑娘多么的漂亮啊！好，刚听。今天所有来的美女，请尖叫！哇，都很自信哦。今天根本就不想来看我演唱会，被女朋友硬拖来的男生，恨不得现在就回去了，请尖叫！最羡慕你们人类种族的男欢女爱。我老实告诉你们吧，在我们星球，在我的星球，也没有爱情，没有性别，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是雌雄同体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，很辛苦的。闭嘴！不要再开玩笑了。0711号，尽快执行任务。收到，各位好，我是星际机关夏夏，来自星际安全总部，我是来拯救你们的。请问这里还有还差的？好的。请问这里还有没有广东深圳呀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就来对地方了。Attention, please， 请注意，地球即将毁灭。我说地球即将毁灭，下面的同学。呜！可以停一下吗？我没停，我没有同你开玩笑啊！哎呀，紧张一点啦 ，OK？ 我现在比你赔也赔啊！这个球场外面已经是灭阳级了。这回怕了吧？怕不怕雷？不怕。对，雷怕不怕？不怕。哎呀，自己买的票了，投一小小的啊，要不然亏的是你自己啦。怕不怕？不怕。不怕呀。怕就对了。不怕呀。好嘞，同学们，今天是深圳地区最后一次登船了，请问你们手上都有船票了吗？没有。这么杠吗？
选好，现在给你们一次退票的机会。天气很热，想退票的举手。不要浪费力气啦，天气那么热。好啦，同学们，不跟你们开玩笑了，给你们陪一陪，现在今天我的飞船就只有那么大啊，不可能容得像你们现在当下坐了这么多人的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只能看你们谁最热情热情，我就带谁走了今天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接下来这首歌，我要看到你的热情。